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生之主，不过七少的所以昨天我也跟三位教授啊一直在探讨宗教，啊，一般把宗教看作怪力乱神，事实上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心和灵，身心灵，而是心灵，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本源，必须要用宗教，你才能找得到自己的本性。啊，我也跟教授说了，学校开了那么多的课门，任何一个课门都随时可以喊卡，但是宗教不能喊卡。而宗教的课门法门，是千万年天上人间名扬两界心灵的依归，所以要成立一个新兴宗教，必须要有相当相当慎重他的法义，不能像一般开公司开工厂随便就可以收摊，但是宗教永远不能收摊。所以这个宗教的责任天命是不可轻视，也不可以草率。那么今天各位我们贤士同修，你们能够有这个因缘在台湾大家齐聚一堂，这是永恒的真理的修和行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勉励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坚持要有正知和正见。我们都是没有正确的知道这个法门因缘果是什么，所以要有正知。维新圣教在我们大雄宝殿入门的对联，维新世宗为国修道立人天，圣教真言为民祈福定太平，所以本维新圣教的宗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那么相对各位贤士同修，你们进入我们的法门一起来修行，也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贤士菩萨。啊，昨天我又啊带了三位教授看我们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圣教的灯塔所立的禅机山仙佛寺的地理记，这个地理在郑成功的时候，国师刘国轩啊由心里所做的所开发出来一个智慧，
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十年，左仓右库藏屏障，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世世王侯将相地，一脉无变砍未然，九七来朝去诸贤，威守把门紧固守，可惜生欢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所以老祖给我们的学位果位，因为我们都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在学习，我们这一趟走到最后尽头来，我们要成就为贤士啊。所以三位教授很感兴趣的，竟然四百多年前刘国轩大师呢就会留下这个地理记在我们这里附近，然后我们这个地理找出来是王禅老祖世世王侯将相地，这王禅老祖在这里啊弘法立生的大道场，也是我们维新圣教各位维新贤士们在这里共修修行，作为未来弘法立生百千万年后我们的生命佛慧命永恒存在在地球上宇宙虚空，各位的大道堂就是梵蒂冈仙佛寺，也是维新圣教的道堂，所以也是维新的道堂，心是最大的，心是每个人本来就有了，只是我们忽略了，我们只有用念头来作为我们的方向，作为人生的导师。事实上念头是10%而已，90%是我们灵魂生命的智慧存在宇宙虚空那么大，大无其外的智慧，这个智慧啊，就是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所以才有《易经》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是台湾新兴宗教。我们不排斥说任何一个教，我们广纳包容啊，任何一个教，任何一个法门，他们的智慧，任何一个教，任何一个法门，他们的真理，都是我们每个人内在心灵本尊的智慧。所以这些智慧呢，全部融汇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看到任何一个教派，啊，他们的妙法，我们心中都有。所以我又跟这个三位教授，将我的所悟的，啊，基督教、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还是看心，道教守义报怨合起来也是死，耶稣他也是死，十字天心，佛家阿弥陀佛也是十道天心，所以
任何一个教门的他的手印，也都是每个人本来就有了，只是语言的表达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三瑞教授呢也许有所悟了，有所感触，万教归一心，万教要归心，万灵要归心。尤其呢我们每天可以上课，那么我们到各道堂上课，有老祖王禅老祖在座前，也这个因缘，所以你们来读易经上课，也是带着你们的祖灵，你们的亲朋好友的过去无量劫来的善亲友冤亲债主各位灵魂进入学教室，各教室一起共修听经闻法。所以名扬两界的修行归为一，是唯心圣教的法门的真实意。所以王禅老祖常常开示我呢，人在世间上，你要知一切，知世间的一切有百科全书，但是百科全书是非常殊胜的世间法，只有二分之一而已。那你必须要加上宗教的修行，用心去悟在空界的灵魂界的智慧更是重要。所以世间的这叫做人文学术思想，那么空界的思想意识界灵魂界的称之为空性，叫做宗教的智慧，那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知比如看到太极，这是宗教完全光明的这是人文，人文完全是世间的里面有宗教 有生命的是一点点而已这个就是一个光明天，我们的灵魂是光明天这个应该有正确的认知。所以希望各位贤士同学们，你们有缘就继续把握这一生这一世的善因缘不要随便把它放弃。所以老祖开示呢，唯心圣教是台湾新兴宗教唯心圣教是开启人类的良性，就是我们的灵魂界的人大智慧是为良性正知正见，要正确的知道我们来到世间上的目的是干什么，也要正确的了解我们每一个念头，每一个生生世世是要干什么所以要知道未来的果。曾经我们一位早期的师兄他问了说，师父你看我死了以后
印度好不好？问我说他死了以后运好不好啦、啊？很简单嘛，卜卦嘛。啊，师父怎么卜？你可以请示老祖说，我死了之后运好不好？结果什么卦呢？就天山遁，哦，很大劲啊！师父、啊、怎么办呢、啊？我死了以后，那变成地狱里面。龙隐蔽日，哦，没有阳光可以看呢，啊，在黑暗就在地狱里面怎么办呢？黑隐蔽日，龙隐蔽日，我活该。告诉你修你就不修，啊，多念佛你就不念，多念经了解经呢你就不念。哇哈哈，你不要再啰嗦了，好好修了。等一下又来了。又拿了卦给我看，师父，我跟老祖发愿，我要诵经，我要念佛，我要拜佛，啊，好好、哦，老祖所传的道，我一定好好修。啊，就这样，我死了以后，运好不好？哎，好玩呢，卜了一个卦出来呢，水天虚了。哎，水天虚就不错了呢。四爻子孙爻有福嘛，啊，就平安了嘛。哦，这蒙雅吃土嘛，雅呢不出土了，但是还要水努力来浇水，这一法。哦，出我放心放下了啦。哎。你学易经可以知五千年后你才能够用易啊，那么用易要有法，那要正知正见嘛，正确的知道，正确的见解。所以他我们这位师兄啊，早期的师兄他就很认真诵经哦。我说认真诵经，你以前根本认为师父在给你骗，啊，现在呢，哦，不是哦，我因为常常梦到晚上都碰到鬼啊，哦，看到很多很多不认识的人，我说我一样啊。我到中华商场去，哦，认识了，真的都没有碰到认识了。对了，就是像这样了。你我们死了说灵魂界不认识了一大堆啊。所以我们这位师兄很认真修了五年，修了五年业力到了嘛，因为他身上有一个癌。认真修了五年，这个癌细胞呢，与他共存，啊，好兄弟，啊，跟着他睡觉，啊，跟着到哪里，喜怒哀乐都跟在身上，哦，所以他就认真修了到第五年，也没有病痛，告诉他的家人说，我要回去了。啊，我的一条光明的路都出来了，我看到西方有佛呢，啊，要来接我了，就观世音菩萨，啊，这观世音菩萨站在莲台上，啊，旁边又有一个空的莲台，意思要给他坐，给他站，啊，就告诉他的家人了。啊，我要走了，再见了，拜拜，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见面了。啊，躺在床上走了。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用意，要学意。啊，昨天我们三位教授，他都有研究易经，
来结缘了以后才知道，哇，原来易经要用意不是只有在那边炒冷饭，不是在只有在那边炒孔子、文王、周公他们的思想领域，而是要将古字今用。所以王禅老祖叫我们要古字今用嘛。啊，以我们这个师兄的例子来给各位以物引物，你们以后要回去了，你们可以自己先卜卦看看，若是卜卦卜出来啊，你死了以后的运气运途好不好啊，若是卦上还是告诉你在灵魂界的运途好不好啊，不是只有人间界才可以知道。那么当下我们连坐上好多的所有个性式的列祖列宗的祖先圣灵，你们也可以用意占卜你的祖灵他们在灵魂界吉凶如何好不好，你也可以用意啊，卜出来以父母爻为用神，父母爻为用神，父母爻望向，哎，父母爻，祖先他们比我们幸福，哎，最起码没做完鬼啊，哎，不要上班啦、啊，也不要去，跟着物价指数在波动啊，哎，若是卦象父母爻休囚，空破木绝，你就要小心了，哎。啊，那就是表示主灵不安，那怎么办？你就赶快要诵经回向给你的主灵。所以我们这一次九九法会要各位恭诵八部经，第一部啊，就是这一本，这一本呢啊，维新圣教癸巳年九九法会一年报告。好，再下来第二部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第三部风水真经，第四部鬼谷先师天德经，好，第五部稽首七少天师加持世界和平报告，好，第六部安心真经，第七部观世音菩萨普文品，好，第八部活说阿弥陀经，总共八部，每部要诵十遍。这些功德都回向给你们当下九九法会所受的人连位，无论你的列祖列宗，或是法界三界万灵，或是你的地基族，或是英灵啊，个人冤亲债主，要这个八十部的经全部回向啊，你的名扬两界必定能安心而心安。所以维新圣教是二十一世纪时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啊为大导师啊，来引导我们每一个人有正知正见的上圣心华呀，祝福各位。